祝你平安，我祝你平安，让那快乐围绕在你身边。祝你平安，我祝你平安，你永远都幸福是我最大的心愿。超越梦想几几倍，你我需要真心面对，当生命回味这一刻，欢迎到天谢谢谢谢现场热情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巅峰音乐会，我是杨帆。大家好，我是李思思。我们这一季的巅峰音乐会七天啊，在每期节目当中呢，都会邀请来自两所高校的六位校园歌手来做客，当然他们会在两位明星领队的带领下展开自己的这个比拼和对抗。没错，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两位明星队长闪亮登场，他们是孙悦、汪正正，有请。两位明星今天作为我们的队长，他们将各自带领一所高校的三名队员来到现场，经过三轮不同形式的对抗，来决出唯一一名冠军的名额。这个冠军将会参与到我们星期天的总决赛当中。那如果星期天他还能够拿冠军，他将登上我要上春晚的舞台，或者换句话说，2012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说不定能看到他。某大学的一个大学生。对呀、啊、对，机会太难得，也特别值得期待。而且今天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也都是有任务，咱们500名观众朋友都是今天的大众评审，你们也将会选出这个宝贵的一票。其实今天我们也说了，这6名校园歌手很厉害，都是经过我们层层筛选的，不过他们其实是第一次登上我们巅峰音乐会的舞台，会有一些紧张，所以在此拜托两位明星队长多多鼓励他们，好不好？没问题，拜托了啊，没问题。来，有请两位领队介绍一下你们的队员。那我先来。 OK OK。好， okay, okay, 我代表人民大学。大家好，我叫姚俊亨，我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学生。我喜欢在舞台上的感觉，我喜欢用音乐表达自己的声音。我的巅峰宣言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世界曾经失去声响，如今有你们陪我唱歌。大家好，我叫夏坤，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会计专业。我的巅峰宣言是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于心。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大四的孙潇潇，那目前呢在读社会工作专业，已经是大学最后一年了，所以我的巅峰宣言是希望抓住大学的尾巴，最后的再疯狂的闹腾一次。来，有请中国人民大学的三位同学上场。我不知道正正看过人家对方这三个队员之后你啥感受啊？感受就是挺热火朝天的，嗯，怎么呀？尤其是队长，非常的兴奋。哎，你是看他的表情，他还是很自信。胸有，你还胸有成竹吗？自己的队员还行吗？那是肯定啊！我既然当队长，这身高都不能输给别人。好，你说是不是啊？那你得隆重的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队员。介绍一下，我们是中国农业大学的。大家好，我叫殷小青。我来自中国农业大学发展管理系，今年大一了。我觉得唱歌是人们放松的最好一种方式，所以我的巅峰宣言是喜欢唱歌，唱自己喜欢的歌。大家好，我叫田乐平，就读于中国农业大学电气专业。音乐能给我一种强烈的满足感，也希望我的歌声能够带给大家快乐。我的巅峰宣言是我唱歌我快乐。嗨，大家好，我是袁小辉。现在呢，我就读于中国农业大学媒体传播系。我总是觉得，只有大家都快乐，才是对我唱歌的最大的肯定。我的巅峰宣言是：我要唱歌，我要你快乐。中国农业大学的三位同学，欢迎。
这样，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抓紧时间进入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名字叫做致敬队长。各位同学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队长孙悦，非常开心能够和你们一起参加巅峰音乐会。在巅峰音乐会的节目中，我们要一起合唱歌曲是《好人好梦》，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征服观众，走向巅峰吧！烛光中你的笑容，暖暖的让我感动。告别那昨日的伤与痛，我的心里最懂。尽管在夜色朦胧，也知道何去何从。你走过雨，走过风，慢慢的把心靠拢。非常的荣幸，也非常的开心，能够当选我们农业大学代表队的队长。我们今天的第一轮呢，我们几个人要合唱一首歌，那就是我自己的那一首成名作《超越梦想》，我们大家一起把它完成，这一首《超越梦想》。当生活第一次点燃时，希望在跟随；当终点已不再永久时，心灵在体会。不在乎等待几多轮回，不在乎欢笑伴着泪水，超越梦想一起飞，你我需要真心面对，让生命回味这一刻，让岁月铭记
会超越梦想一起飞，你我需要真心面对，让生命回味这一刻，让岁月铭记这一回。大家一起唱好吗？当生活第一次点燃，是希望在跟随。当终点已不再永久，是心灵在体会。不在乎等待几多轮回，我不在乎欢笑伴着泪水，一起来超越梦想一起飞，你我需要真心面对，让生命回味这一刻，让岁月铭记这一回，超越梦想一起飞，你我需要真心面对，让生命回味这一刻，让岁月铭记这一回，超越梦想一起飞，你我需要真心面对，让生命回味这一刻，让岁月铭记这一回，梦想一起飞，你我需要真心面对，让生命回味这一刻，让岁月铭记这一回。我觉得穿绿衣服的这个女孩应该是刚才是他啊，唱的还不错，那个男孩声音也挺好的啊，你们真的还都不错，所以我觉得今天你们三个人，你们六个人都应该有压力了，唱出自己的特点，你们每一个人特点都不一样，外形也不一样，拿出自己优势，放松。正正觉得呢？这个、觉得人大表现怎么样？我觉得人大也不错，实话实说啊，确实是。因为他们每个这个声音呢、啊、都还是不错的，嗯，而且那个好人好梦这个歌呢也都不是很好唱，同样超越梦想这首歌呢也都不是很好唱，没错，您唱的歌需要一些气息啊，对对对、嗯、我怎么觉得两位队长这硝烟味突然不见了呢，这样对好像是之前达成了一个什么默契哈。对，接下来这个环节呢、嗯、我们就准备请队员单打独斗，每个人挑选最能够展示自己魅力展示自己歌唱水平的一首歌曲来演唱，我们看看谁能够打动我们现场的观众，来让我们一起进入第二环节，我的主打歌。好，进入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的场上的六位队员就要依次登台演唱、嗯、每个人呢都要选择一首自己最擅长的，可以说就是自己最常听或者在卡拉 OK 里面最常点的那首歌，那这样双方队长呢先各自派出自己实力最强的歌手，是好吧，由我先来吧，你先来，来首先由我们人民大学的刘俊亨，安静。只剩下钢琴陪我家的一点，睡着的大提琴，安静的久久的，我想你一秒选得非常明白，我懂我也知道你没有舍不得。刘俊亨，你是一个非常帅气的小伙子，据说你略会 Big Boss， 略会是什么程度我不知道，但如果说你在音乐里面，在你舞台的技巧里面融入一些，我觉得可能会更好，比我还要爱你，我才会逼自己离开，哦哦哦，你要我说多难看，我根本不想分开，为什么还要我用微
笑来带过。我真的没有天分，好容你别接受它，不用担心的太多，我会一直好好过。你已经远远离开，我也会慢慢走开，为什么我连分开都迁就着你？我真的没有天分，没这么快，我会学着放弃你，是因为我太爱你。当我说多难堪，我根本不想分开，为什么还要我用微笑来带过？我没有这种天分，你也接受它，不用担心的太多，我会一直好好过。你已经远远离开，我也会慢慢走开，为什么我连分开都迁就着你？我真的没有天分，安静的没这么快，学着放弃你，是因为我太爱你。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很多方面都特别好，就是你这个口腔啊，要打开一点，声音再靠前一些。嗯，美丽的草原，我的家。你不要放松，你看这都紧了，这都紧了。你看，我现在一摁它就，你看，你这一定要。美丽的草原，我的家。你这两肩一放松，你整个这个气息就全都对了。美丽的草原，我的家。风吹绿草边的花。七夕没到吧？还有吗？七？不多。美丽的草原，我的家，风吹绿草边的花，彩蝶纷飞，百鸟儿唱，银湾的水晚霞。相伴莲花。
看看正正这队都站起来了，起立欢迎呢啊！这是隆重的大礼，欢迎同学回来，看来挺成功啊！这哎呀，这整个这声音还有这个磁性感，完了这个。这个整个这个每个小节这个准确度，这个声音特别准。嗯，哎，这个，如果觉得说刚才他的表现打一个分，十分是满的话，你觉得他唱出了几分？十一分，唱出十一分。孙悦觉得呢？不过确实唱得好。觉得对方那个小青表现得怎么样？哦，挺好的啊！你看他都十一分了，我能说十分吗？说十分你不得罪人吗？啊，没关系，满分二十分，怎么着得十八分呢？不过刚才咱们的俊亨唱的也很好，没有，他们俩是完全两种不同的风格。对，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色。听说你很会 B-box 是吗？对对。你能现场给我们演示一下吗？或者给我们示范一下你的水平究竟怎么样？好啊，来。谢大家。刚才孙悦在后面，哎，后面在拍他，你当时是有什么想法吗？是想要冲着我，那种镜头就不容易，赶紧撞过去看看这帅哥唱多好，啊。所以说，一个好的老师时时刻刻在关照自己的学生。对，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第二轮选手的比拼吧，好不好？对对对对对。继续派出队员，得力干将，美女，自己介绍自己，快。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一首梁静茹的《小手拉大手》。还记得那场音乐会的烟火，还记得那个亮亮的深秋，还记得人潮把你推向了我，游乐园拥挤的正是时候，一个夜晚坚持不睡的等候，一起把温泉奢侈的享受，有一次日记里愚蠢的困惑，因为你的微笑幻化成风。夏坤，你参加过各种校园的文艺比赛，这些经验对你来说是拥有了很成熟的台风，我觉得这个经验和台风特别重要。又再一次回到凉凉深秋，给你我的手像温柔野兽，把自由交给草原的辽阔，我们小手拉大手一起郊游，今天别想太多，你是我的梦，像北方的风吹着南方暖洋洋的哀愁，我们小手拉大手今天加油，向昨天挥挥手。还记得那场音乐会的烟火，还记得那个亮亮的深秋，还记得人潮把你推向了我，游乐园拥挤的正是时候，一个夜晚坚持不睡的等候，一起泡温泉奢侈的享受，有一丝日记里愚蠢的困惑，因为你的微笑幻化成风，你大大的勇敢保护着我，我小小的关怀喋喋不休，感谢我们一起走了那么久，又再一次回到凉凉深秋，给你我的手像温柔野兽，我们一直就这样向前走，我们小手拉大手一起郊游，今天别想太多，哇啦啦啦啦，像北方的风吹着南方暖洋洋的哀愁，我们小手拉舍不得挥挥手。素杯勾勒出情画，笔锋浓转淡，平生描绘的牡丹已如你初妆，音色也很好，哎，
气息呢，你刚才我一看，这气息是对的，啊，就是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技能，就是你不是那种像专业的那种歌者，咱们就把自己这个最好的状态，咱们展现出来，行不行？好的。被勾勒出情花，笔锋浓转淡，平生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偶然檀香透过窗，只是我了然，宣纸上奏笔至此各一半。幽色渲染是女图，韵味被私藏，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你的美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在平地数颗里放千朝的飘逸。就当我未遇见你伏笔。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月色被打捞起，晕开了结局，如传世的情话，字字骨子美丽，你眼带笑意。谢谢。素杯勾勒出情花，笔锋浓转淡，平生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沾染檀香透过窗，心事我了然，宣纸上奏笔至此各一半。幽色渲染是女图，韵味被私藏，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开放。你的美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在平地数颗里放千朝的飘逸。就当我未遇见你伏笔。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月色被打捞起，晕开的结局，如传世的情话，字字骨子美丽，你眼的笑意。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在平地数颗里放千朝的飘逸。就当我未遇见你伏笔。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月色被打捞起，晕开了结局，如传世的情话，字字骨子美丽，你眼的笑意。谢谢。寇平觉得自己今天表现怎么样？超常发挥了。也有些不足吧，有些紧张。夏坤好像刚刚孙悦姐也说今天嗓音有点不好，但是还是很淡定的。歌选对了，最后一位男生了，紧张的，来快自己介绍，说两句你就不紧张了，来。送给大家一首《小情歌》。首简单的小情歌，唱着人们心肠的曲折。我想我很快乐，当有你的温热，脚边的空气转了。孙潇潇，你的声音很独特，让我过耳不忘。你不需要多余的包装，在巅峰音乐会上，舞台一定是属于你的，展现你的嗓音魅力。这是一首
简单的小情歌，唱着我们心头的爱歌。我想我很适合当一个歌颂者，青春在风中飘着。你知道，就算大雨让整座城市颠倒，我会给你怀抱，受不了时间和琴声交错的城堡。谢谢小辉，什么曲目？我是唱第一首，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就这个歌是很要气息的，练这首歌的时候，你要看它这个曲风，它的线条。从我这么多年这个演唱的这个，就是说经验上来讲，气息是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歌者气息是最重要的。走过那条小河，你可曾听说？有一位女孩，她曾经来过。走过那片芦苇坡，你可曾听说？有一位女孩，她留下一首歌。为何偏偏白小河，你可曾听说？有一位女孩，她曾经来过。走过那片芦苇坡，你可曾听说？有一位女孩，她再也没来过。
这对那个小情歌唱的潇潇有没有打动到你、啊、很好，我觉得他一上台呢，他确实是大家也看出来了紧张，我跟孙悦也说哎，确实紧张，但是呢从他的音色，从他这个一上台站位，那有点那个就是歌手的那个劲头，所以其实我们这方舞台也是给我们校园歌手提供这样一个磨砺自己、打磨自己的一个舞台。那刚才你觉得刚才这个小辉他选的这首歌是不是很有难度？难度当然有了，因为这个时候刚才我们俩还聊，我是92年青歌赛出来的，那个时候大奖赛好多人都唱这首歌，因为它难度高，所以很多人都选择，他选的曲目都是那种很专业的，我们这边风格就属于那种像流行的，每一首曲目选的都比较轻快流行的，所以完全两个队是两种风格，所以今天就漂亮好看。哎，刚刚孙悦姐也说了，说我们今天两方啊这个风格不太统一，没错，不过我们特别希望接下来我们给他一个统一的主题让他们来演唱，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就是第三环节主题演唱。今天的主题演唱的环节我们起了一个非常具有诗情画意的名字，叫做复刻经典。我们要求啊所有的选手唱的歌首先是要经典。为什么叫复刻经典呢？就是希望六位选手能够尽量的去原汁原味的去还原这一首又一首经典的歌曲。当然如果你们能够加入自己的个性、自己的特点、自己的品味、自己的形式就更好了。那还是从孙悦这边开始好不好？好，唱一首什么歌？唱什么？唱一首至少还有你。至少还有你。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感觉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直到肯定你是真的，直到失去力气，为了你，我愿意。动也不能动，也要看着你，直到感觉你的发线有了白雪的痕迹，直到肯定是些模糊，直到不能呼吸，让我们形影不离。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就是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你掌心的痣我总记得在哪里。谢谢大家。在哪里？不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感觉你的皱纹有了白雪的痕迹，直到视线变得模糊，直到不能呼吸，让我们形影不离。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就是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你掌心的痣我就记得在哪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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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里。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殷小青同学为大家带来歌曲《我心有愧》。
spaces between us, you have come to show you go on. Near, far, wherever那个光打的呀，特别感动，就感觉后边只要有一艘船，感觉我们又还原了那个当时的画面。就是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娇小的女孩能爆发出那样的力量，在唱歌的过程当中。这三位啊同学，你当你唱这歌的时候，他说姐，他唱的真的棒，你听听，我们都感动了，我们特别喜欢他唱这首歌。哇塞，太谢谢，我就跑那儿去了，真的很支持你，很棒，来掌声。谢谢，很高的评价。对，也要谢谢孙悦，再次感谢孙悦队长能够这么嘉奖我们。这样吧，来，我配合他们组的这个队员合作一首歌，行不行？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这是夏坤是吗？对，夏坤唱什么歌曲啊？唱我只在乎你。我给他伴奏打击乐，行不行？没有问题，对吧？所以我一定要插一句，这首歌如果夏坤唱得好，那就是抗干扰能力强；如果他唱得不好，就是郑郑老师在捣乱。来吧，掌声欢迎欢迎两位的合作。来，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即将要离去，
会迷失我自己，走入无边人海里，不要什么诺言，只要点点在一起。我不能是依靠，偏偏回忆活下去。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请欣赏来自农大的田鹤平为大家带来歌曲《花心》。开启你们的双手，谢谢。他的心藏在蕊中，恐怕花季都错过。你的心忘了季节，从不轻易让人懂。为何不牵我的手，共听日月唱首歌？黑夜有白昼，黑夜有白昼，人生没烦忧几何？春去春回来，花谢花会再开。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梦划向你心海。春去春回来，花谢花会再开。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梦划向你心海。虽有悲欢也从容，你的泪晶莹剔透，心中一定还有梦。为何不牵我的手，共看海天成一色？潮起又潮落，潮起又潮落，送走人间几多愁。春去春回来，花谢花会再开。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梦划向你心海。春去春回来，花谢花会再开。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梦划向你心海。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梦划向你的心海。谢谢。首先咱得先说说这个汪正正老师哈，我们一直在回味呢。对对对对，您刚刚这个太认真了。实际呢，打击乐应该是我的强项。哦，
我在深圳呢打了10年鼓。你有多长时间没再碰这个架子鼓了？差不多有10来年了。我跟你说，真的，你绝对是那个在打架子鼓里边唱歌唱最好的。嗯，然后呢？唱歌里边打架子鼓打的最好的。你这是夸他呢，还是夸他呢，还是夸他呢？没错。夸他呢？哎，真的打得不错，我可羡慕你呢。孙悦，那你看刚才咱们这个农大的同学，这是田鹤平带来了一首《花心》，你觉得他刚才唱的怎么样？我觉得你有点紧张哦。是不是被发现了？因为你第一首歌唱的比这个还好。我刚才不都说过吗？两肩放松什么的吗？这情况都忘了吗？你就你看这老师太厉害了，军事化管理啊！我还没说完呢，你真的这样呢？虽然紧张，但是你唱出自己的风格了，我觉得非常好。你得这么说，知道不？来，掌声。就是既有鞭策。又要有鼓励，那当然了。今天我们来干什么来了？就是鼓励他们来了，明白吗？你光鞭策了，没有，我没，我就一直说这就是那个放松，完了再放松。哎呀，真不容易。咱们节目做到这儿，领队紧张了。不是，现在是什么？两队不同的风格，两个队长好像风格也不太一样。没错。我们来看看这个最后一位队员他们的表现吧。好。从人大这边开始，孙潇潇唱什么歌曲？故乡的云。有个声音在对我召唤，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归来吧，归来哟，别再四处漂泊，踏着沉重的脚步，回乡路是那么的漫长，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谁来故乡泥土的芬芳，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归来吧，归来哟，一眼倦飘过，我已是满怀疲惫，眼里是酸楚的泪，那故乡的风队员的主题演唱了，就是小辉对自己的这个演唱有没有信心，有没有特殊的设计？我觉得嘛，我们队的队长汪正正老师已经给我们对方的这个队伍
伴奏，所以我也想找一位搭档给我伴奏。请谁？今天呢，我是想请我们巅峰乐团的张琪老师给我伴奏一下，一首《又见炊烟》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喜欢。炊烟升起，暮色将大地，想问阵阵炊烟，你要去哪里？夕阳有时晴，黄昏有诗情画意，虽然美丽，我心中只有你。又见炊烟升起，暮色照大地，愿你变作彩霞飞到我梦里，夕阳有诗情，黄昏有花意，诗情画意虽然美丽，我心中只有你。诗情画意虽然美丽，我心中只有你。诗情画意虽然美丽，我心中只有你。谢谢大家。这一系列的歌曲演唱之后，今天呢，我们现场六位队员三轮的对抗也全部结束了。接下来呢，咱们请两队的领队做一下小结。这样，郑哲先来。我先来吧。看了两个队的这个同学们的这个精彩的表演，确确实实我自己呢特别有感受。现在大学生他们多才多艺这一方面，另外呢，就是他在演唱歌曲的时候，就跟过去的那些那个同学和学生啊不一样，更个性。他个性非常鲜明。你像孙悦他们那几位那个同学，整个的这个处理歌曲啊，很多方面都是特别特别到位的。可能是有一些这个就是这个转换音的时候不是很准确，但这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人家不是专业的。再谈到我们队呢，也确实都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点，尤其是我们这个小青，你看，个头不高。唱的歌呢，这难度都非常非常大。没错，真的是很，我很激动。好，谢谢王老师。孙悦呢？你把我想说的话都说了，但是我觉得作为总结啊，我觉得你们那个是，实力派的是吧？我们这是偶像派的，流行派。但是我觉得呢，实力派和流行派在一起绝对不冲突。各有各的风格。今天六位队员经过了这个三个环节的比拼过后，他们此时此刻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这一期节目参与的感受呢？对，潇潇开始。潇潇开始吧。我只想问大家一句：今天晚上玩的开不开心？就够了，大家开心我就开心。开心就好。夏坤特别好。我觉得我们在舞台上唱歌就是为大家开心，所以今天我们的目的都达到了，就够了。好，下一位。我觉得在这里我还代表人民大学，然后谢谢大家对我们人民大学的学校的支持，然后我们一起鞠个躬吧。对，谢谢谢谢人大的三位同学。咱们农大的同学，我觉得通过这几天的准备和参与，觉得做好这样一期节目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所以我特别感谢导演和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以及我们的乐队老师，还有我们带队老师等等。然后希望大家喜欢我们，谢谢，谢谢小青。你快乐，所以我快乐。下一位，我们六位选手都展示了我们大学生的风采。今天在座的观众的热情让我感动，谢谢。
来小辉。我们六位选手呢，都是真的是用尽了全力，全心全意的为大家演唱歌曲。只要我们每个人用心了，观众各位高兴了，选谁我们都是真的很开心的。谢谢大家的支持。好，谢谢。最后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也希望咱们三位的农大同学给咱们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鞠一躬，好吗？谢谢他们的支持。谢谢。好了，亲爱的朋友们，现在呢，我和杨帆手上拿着的就是和我们现场观众同样的选票，上面呢有我们每一位成员的名字、照片。等一下呢，请大家进行一个投票环节。对，每个人只能选出你们心中最喜欢的一名校园歌手。不过，首先我们要请两队队长来行使这个权利。我们首先请六位队员来到我们的访谈区回避一下。接下来，我们的队长要进行投票了。来。谢谢两位队长。那接下来，亲爱的朋友们，就要像我们两位队长一样，投出您宝贵的选票。究竟谁会成为本场的获胜者呢？一个人。对，请咱们现场的所有大众评审拿出你们的选票，投上宝贵的一票。这样，接下来呢，咱们有请汪正正为大家带来一首歌。我送上一首这个红歌，歌名叫《我爱中国》。我爱你，爱到了空气。无论你在哪里，都感觉到你。不曾惹人注意，却知道你已是我生命的必须。爱上你，超越了自己，让那岁月弥漫着美丽，把心放在这里。我知道我就是你梦中的呼吸。我爱中国，所以我是我，所以我是你，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我爱中国，所以不哭泣，所以很努力，直到把自己融化在风里。我爱中国，所以我是我，所以我是你，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我爱中国，所以不哭泣，所以很努力，直到把自己融化在风里。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孙悦为我们带来一首《Super Mommy》，有请。我是漂亮的女人，我是超级妈妈，岁月 forever no one be。 我是个男人。
而幸运在大脑里埋下惊叹号。转身城市喧闹不眠，华丽的高跟鞋在背上断去满分，情绪不再被时间扰乱，抛掉所有顾虑，我会陪在你身边。我是漂亮女人，我是超级妈妈，岁月 forever no end。 我是个大明星，笑起来很迷人，喊着我的名字 Lucky Super Mommy。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巅峰音乐会进行到这里呢，还有最后一个悬念，谁会成为本场的冠军？那经过咱们现场500名大众评审最终投票的结果，现在已经在思思的手中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六位选手在我们的主舞台各就各位，有请他们。好的，朋友们，现在我们的场上六位选手各就各位，六盏灯也依次亮起。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和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六位校园歌手共同经过三个环节的比拼，演唱了14首歌曲，最终谁会成为冠军，我们共同来关注。我们将会按照六位选手得票由少到多的这样一个顺序，依次熄灭现场的灯。首先我们来宣布本场的第六名和第五名。他们分别是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田鹤平和来自人民大学的夏坤。感谢二位的精彩表现，接下来我们宣布第四名和第三名。他们分别是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袁晓辉和来自人民大学的刘俊亨。谢谢你们。现在是最紧张的时刻，场上还有两盏灯，两位同学，他们其中的一位将是本期的冠军，他将进入到周末的总决赛，有机会参加我要上春晚，他会是谁呢？盏灯两位同学，他们其中的一位将是本期的冠军，他将进入到周末的总决赛，有机会参加我要上春晚，他会是谁呢？他就是殷小青。恭喜殷小青，祝贺你。谢谢小青。我们也请四月娥皇圣人送上鲜花。小青有什么样的获奖感言跟大家分享？现在非常非常的激动，然后感觉大家的热情让我特别的感动，非常想谢谢大家，然后还有谢谢我们的导演，我们的带队老师汪正正老师，我非常的喜欢王老师。谢谢孙悦老师，特别谢谢孙悦老师。哎呀，这就是爱音乐爱唱歌的殷小青，你的时间很紧张了，还要抓紧时间练习，因为马上就到周末的总决赛了，希望在总决赛里面你有更好的成绩，也希望登上我要上春晚的舞台，好吗？能够登上2012年我们中央电视台春晚会的舞台。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感谢孙悦还有汪正正两位队长，当然同时我们要特别感谢的是来自人民大学和中国农业大学的其他五位同学的参与，你们的精彩演唱同样带给我们非常美好的回忆，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几位好不好？谢谢你们。同时我们也感谢今天现场所有参加的观众朋友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朋友们再见再见。